吸过来，谢谢大家的热情。真的，赶快先跟我们桃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嗨，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朱丽静，今天非常开心，又再次来到永安渔港唱歌给你听了。真的，所以说这样听起来，应该朱丽静私底下也很喜欢来永安渔港，对不对？我已经来过好多次，而且每次看到永安渔港出现在我的行事历上，我就觉得非常兴奋，就觉得好像很有亲切感的感觉。对，而且今天超级多人呢。真的，我们这一场的新兵乐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比之前的更热情，所以再一次拿出你们的热情尖叫声，给我们的朱丽静，好不好？真的尖叫声永远都不会嫌多，对不对？一直听就一直很兴奋这样子。没错，其实呢，最近这个朱丽静有新歌跟大家见面，对，没错。而且呢，这个新歌的 MV 好特别啊，听说是爱情动作片，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样子听起来很像很多今天很多未成年，对，怎么办？赶快跟大家解释一下新歌的 MV 主题是什么？新歌的 MV 因为这首新歌主要是在讲一个就是暧昧时期男女会做的一些，其实对很简单，但是其实不见得那么有意义。可是两个人就享受在那个很单纯的感觉，对，就是很开心的感觉。然后 MV 是稍微比较跳痛一点，我们用了一个就是比较超现实的手法，丧尸，对，里面有丧尸的角色。我其实刚开始默默的想说，到底要不要 cue 你学丧尸算了，还是有保留着这个气质的形象好了。那我不在行了。不是你在行，你在行的应该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就是动感的部分、舞蹈的部分，对不对？最近有慢慢开始准备要那个重拾我以前的就业，是不是？对对对对，之前身体比较不舒服，有点受伤，真的要好好的保重身体，要不然粉丝朋友们大家都会很心疼。但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要特别重拾这个就业？是因为最近有演唱会吗？哦，是是。是真的好厉害呢！八月二十
16号在台北的华山 Legacy， 晚上6点我有一场演唱会，然后可是那个票已经买完了，所以没有办法邀请大家去。很厉害耶！通常这种是有票没有票都有尖叫声，超厉害的，加码对不对？大家热情一点，赶快看一下经纪公司有没有可能会有加码加场次的演唱会跟大家分享。好，但是加油，对，加油，大家一定会继续的支持我们的朱丽静，对不对？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烟火在释放了？有，赶快跟朱丽静说一下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夏日花火季，所以我们希不希望朱丽静的陪我们一起看烟火？希望吗？观众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都很希望呢 ，Miu 也可以陪我们一起来看烟火，好不好？我待会儿站在这边，他们都不看我，都在看烟火。那你只好走过去烟火释放的地方了，最好可以吊个钢丝之类的。是，没有错，没有错。好了，那我们赶快继续来听 Miu 带来好听的歌曲。好，下一首歌要唱我跟陈思安合作的《安静》，然后希望你会唱的话，希望你可以当我今晚的陈世安。
谢。不客气。啊，你好有礼貌，谢谢。他跟我说不客气。好，那刚刚跟主持人聊了一下，就是关于我有新歌这件事情。我现在要问一个请诚实作答的问题，这是市场调查，我想了解一下。请问你有没有听过朱丽静的新歌叫《其实没聊什么》？听过的请举手。太好了，因为好，谢谢，我也很有礼貌，谢谢。好，因为这首歌很新，才大概一个多礼拜，差不多啊。就是一首新歌，那这首歌是一首轻快节奏的歌曲。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很开心，很荣幸可以，清唱，不是清唱啦。那么有诚意要带新歌，要放音乐，好不好？可以放音乐唱吗？可以不要清唱吗？可以。好，惊吓了我一跳。好，那我要唱这首新歌给你听。这首歌一样，就是希望给大家很轻松的气氛。然后等一下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一首歌很像素食店的广告歌曲。素食店的广告歌曲是说巴拉巴巴巴，对，这好像很多人都会唱。我的这首歌的稍微难一点点，长一点点，我唱两次给你听，希望你待会跟我唱第三次。我先数拍子，等一下你会听到一句话叫做 1, 2, 3，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巴巴，是不是有点难？那我慢一点，我再试。你帮我打拍子呗，请。1, 2, 3，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巴巴，换你来试。1, 2, 3，Go！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巴巴，还要再试吗？再一次，最后一次。巴拉巴拉巴。Thank you.
考你一次吗？好。One, two, three, go! 猪巴拉巴巴巴巴巴巴！掌声鼓励！好，刚刚那首歌比较新，我们先学一句就好。那下一首歌呢？是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那同样，如果你会唱整首，很棒；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只会一句就可以打天下了。请问你会唱《存在的力量》吗？那你手上有没有会发光的东西？灯牌啊，手机啊，小狗的那个颈链，会发光的都可以拿起来使用。这一首歌，对我来说是充满很多力量跟热情的。今天天气这么好，这么舒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存在的力量》，掌声。